咱这应该是嘛，无啥物流行歌嘛，无啥物嘛。啊，干南管念念。我那咱们真幸福，阮家十几个月养起来，养起老嘛。大家好，我是当然聊天室的主持人，我叫新佳。今天请到我们的思韵导演，耶、yeah, ！欢迎思韵导演，正妹导演，自己鼓掌，自带掌声。思韵导演是我们也算是合作蛮久的、导演这样子，然后他有两部作品在我们手上没有啦，就全力在你们手上，没有啦，我两个孩子在这边。南夏依娜跟素朴、对，然后这两部片它算是一个系列，对，然后都是拍，一个是拍老师，一个是拍学生，对，这样子分。然后我印象中就是我对思韵导演的印象就是很有气质，因为他拍的对象主题是男管乐，然后又是台艺毕业的，对，导演是电影系毕业的，对，电影系毕业的。哦，那为什么会想要去读电影系呢？这段故事出来有点长，很长，但是大概来说，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很喜欢看戏，然后那时候也会看一些电视剧。我其实是看电视剧起来的，然后就很喜欢看。那时候电视剧不是大家都会 focus 在明星吗？又或者是什么下集预告什么？然后我就那时候会很喜欢看幕后分享的故事。对，他们就会去讲说他们拍片，然后有多团结，然后拍完片，然后大家成为一家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如果我可以做这份工作，不是很棒吗？就是我的工作，然后我又可以交朋友。对，然后那时候就听了很多幕后的故事，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就想说我大学要念相关科系，就是不是电影，然后传播什么这一类的科系我都可以接受。可是电影好像跟那个节目不太一样。对，我后来有搞清楚，就是原来我喜欢的是像短片啊、电影的这个类型。对，然后可是电视剧或是棚内录影、电视节目那是另外一个类型。然后后来我有彻底搞清楚它的分类之后，我就确定我是喜欢走现场拍摄的，不是那种棚内录影节目的。对，现场拍摄。对，就是那种剧组，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共创，然后有团队的那一种。所以算是拍一个剧情片，对，拍一个剧情片。那练的有觉得好像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啊？其实我觉得还好，有一点想不太一样是电影的艺术层级比我想象中的高。因为以前高中的时候就是觉得说，我看那个看剧组嘛，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然后在那边分享。可是我不知道真的进到拍摄的时候，你对于画面的构图跟演员的走位有这么复杂的东西要想。然后其实你可以进到剧组拍摄，它已经是经过很缜密的前置作业，就你已经剧本过了，然后你已经什么拍摄表都定了，你才会进到现场。对，可我那时候可能单纯高中的时候就想说，哎，我今天只要有东西，我就比如说我现在有故事，我就可以去现场拍了。对，就想比较单纯。然后进到电影系之后才发现，因为我们电影系的学习是从剧本到现场都有哦，原来是一步一步才到现场，然后就觉得天哪，也太累了。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们电影系的学习大部分以剧情片为主，对，然后剧情片的剧组特色大部分就是真的人很多，然后很容易翻班，就是你要熬夜，对，然后或者是你要一次喷出去家里，离开家里就是好几个月不见，对，差不多剧情片就是这样，然后大部分都是在熬夜翻班，大家是很习以为常这样生活，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这样做，就是真的是熬夜好几天晚上，然后那样去做拍摄，我没有办法，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是念错科系了，是念错科系嘛，因为我爸会这么辛苦。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大二的时候进到那个立州导演的公司，然后我就开启纪录片的这一扇窗，对，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类型里面它除了剧情片以外，它还有纪录片这个选项，
对，所以我就进了公司之后才我知道说原来这是纪录片，然后也因为跟导演这样就是看他们在拍摄，所以我就想说哎，纪录片的环境好像蛮适合我的，就他可以做创作，你还是有脚本，然后你还是可以去剪接啊，在那边拼接这些影像，可是因为你的生活其实是跟被摄者走，所以你的生活会比剧情片稍微规律一点，就是正常人的他会比较趋近正常，然后我就觉得哎、欸，我喜欢这种生活，对，因为 我喜欢这种生活，我不想要就是最后身体搞得不好，然后我就没有力拍摄了，对，所以我后来就到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往就是在学校的创作，我就开始创作那个纪录片的部分哦、oh. ，对，然后到毕业制作就是用纪录片毕业，就那一届是我是唯一一个用纪录片毕业的导演。那时候是找哪一个题材拍？我那时候是拍女性，我拍三个女性，就是从那个有一个第一个女性是那个快要结婚的新娘子，然后第二个女性是即将生小孩的孕妇，然后第三个女性是已经当了多年的妈妈，就是现在可能大概是我妈这个年纪。大概五六十岁这个年纪去回顾他的人生，然后那时候就是要探讨一个议题，就是女性是不是一定要结婚生小孩、哦、真的假的？ 对， 對，就是那时候我发了一个命题，就是为什么女性要，就是这为什么是一个人生必经过程啊？所以我那时候也运用我在那个电影系的学习，因为我电影系的学习是剧情片，然后我的片头就拍了一个有点隐喻的片头，就是一个女生在那个迷宫花园跑，然后她跑着跑着转弯，看到女生在玩芭比娃娃，然后她就很开心，然后有女生在戴耳环，然后她也觉得很开心，可是走着走着为什么要开始戴戒指，为什么要开始那个披头纱，然后她就开始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她最后看到这些东西，然后那个片头就结束在她在那个迷宫跑来跑去的样子。对，就是那时候就想要用那个片头去传达说，我们就是女生可能在小时候的时候可能玩芭比娃娃或者是戴耳环或是很漂亮的饰品是可以学习跟模仿的，因为可能看到同侪这样做你会想要跟他一起，可是那别人跟着结婚或别人跟着生小孩你也要一起吗？对，那时候就是有点在片头先丢出那个疑问，然后后面才开始接剧情片纪录片的内容这样、嗯、对。那导演你有找到答案吗？你说现在吗？就是想说拍完的时候，我其实拍完的时候有了、欸、因为那时候那个妈妈那一位被摄者就跟我讲，他就说其实他的总结就是因为结婚生小孩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会好奇，那你只有经历过你才会去决定他到底会不会后悔。对，因为你在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你说不上你到底有没有后悔这件事情，只有你经历过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啊，早知道我就不要结婚，早知道我就不要生小孩因为你经历过所以你才有选择 yes or no， 但是你在还没有经历过以前都是想象、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对，所以那时候可能想象这个样子，但是可能现在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就是自由啦，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进入婚姻生活是还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对，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在这边好像也不让你讲说不喜欢。是主在这里。对，是主在这里。对啊，反正就是这样。那时候就是小女孩的那个，然后 年少有一些心情跟想象，然后就寄托在那部片子里面，就会一直问那些要结婚要怀孕的你会不会后悔这样。对啊，但是其实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那时候的自己。哦，对，那就是想说为什么导演会想要去探讨这个问题，是对就是对于结婚婚姻是有想法吗？或者说就是很想要去理解。那时候大学拍那部毕业制作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因为那时候单身嘛，所以每个人都会问你说啊应该要找一个男朋友，然后就有点被念到北宋。因为说干嘛一定要找一个男朋友，就是或者是那时候同侪都会有点比较，就是说哎我现在谈恋爱下一个会换你咯。对，大家都会把期待，就我已经有的东西我就会期待你也跟我一起，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有交往才叫幸福。对，就是我觉得幸福的定义很奇怪，因为我大学就是一个
就是有一点愤青啊，就是反正我就是超爱看电影，我超热爱电影系的那一种概念，然后我就觉得我未来一定要以事业为主的那一种人物。对，但是身边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期待，就是说啊，我们都幸福了，那你呢？那我说怎么样？没有谈恋爱就叫不幸福吗？对，然后我就会去想比较多。那谈恋爱之后我就想说，那你现在要我谈恋爱之后就一定要结婚，然后下一步就是生小孩，然后我就觉得哪有就是一定要这样走才是幸福？对，所以就想要去找这些被测者，跟他们好好聊一聊，就是结婚是真的那么幸福吗？或者是生小孩真的那么幸福吗？甚至第三个妈妈的角色再回头望，结婚跟生小孩这个阶段你幸福吗？对，就是有点三个阶段不同女性的互相对话，而且就是有一个未知的想象在吧，就是想说他们为什么你当初决定结婚的那个契机到底是什么？那你知道这个东西衍生之后的问题吗？那包含生小孩也是，就是生小孩之后你可能要面对到的身体的不适，然后跟你后面的你要为小孩负责，或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像你还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吗？那时候其实框的议题很大啦，就是有点现在回头看片子有点杂，就是有点什么都要讲到。对，但是就有一点觉得还蛮青春的吧，其实那时候还蛮敢，就是可能新娘子也问啊，然后孕妇也这样问啊，对，就是直接算是有点像是冲击，就是你不会觉得你会后悔吗？未来有一天你会后悔吗？对，我们可能一般看影片就是那种结婚就是 happy ending 啊，对，然后生小孩大家是天伦之乐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啦，我觉得会有一些细节跟一些观点在里面，就因为你真的是经历过，所以他会告诉你真的有一些情绪，就是会是因为你身为女性所以会才独有的，嗯，对，所以那时候片子就有到女性影展去播，对，就也还蛮新的。但我跟你们说，我拍完，因为我那部片叫《女人墙》，墙是墙壁的墙，就是我那时候也想要传达一件，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女生结完婚生完小孩之后就要放弃他们原本梦想，因为我自己妈妈是这样嘛，传统妇女。哦，你自己妈妈？对，就是很传统，就是结婚就佛家庭，包含我现在婆婆也是这样。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设立一个叫做墙壁的墙，是我觉得那道墙可能是女性给自己的，就是你觉得说我结婚就是应该回归家庭，那我之前想做的事情就应该甘愿放下。对，可是我们其实现代，你看我这部片完成十多年，其实我觉得女性意识是有逐渐的变好，大部分的女性其实在结婚之后都还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事业，包含我自己也是。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整个时代是有在进步的。对，但是我那时候设立这道墙其实就是想要讲说就是那道墙我觉得也可能是女性给自己的，不是外界给你的限制。对，就算外界给你限制，你自己也可以去努力突破。所以我那时候拍了孕妇，她那时候她即将临盆第一个小孩，然后她那时候在忙她的，因为她是钢琴老师，她要考检定，然后我就跟她说，可你之后生完小孩就没有时间了，她就说就顶多把检定的时间延后，但是她不会不见。对，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很鼓励我，就是对啊，她就是梦想这件事，她并不会因为你结婚或者生小孩消失，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日期再往后延一点，但是你有一天一定要做到，因为那是他对他自己的期待。然后我就觉得很棒，那时候访问完之后收获就很多。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映后 Q&A， 因为我们电影系一定会有一场在电影院的放映，对，就是规定一定要这样做。然后那时候大家看完影片就很多讨论，然后就男性观众举手，他就说不公平，我觉得你应该要拍一个男人面对三个阶段的过程，就是他说导演你应该要拍一个男人墙，我就说哦，这个我考虑看看。然后反正就很有趣啊，那时候观众就后来就是还产生对话，然后就好像有观众就去呛那个男性，他说男人三阶段就是没有什么变化。就是结婚、怀孕跟那个年老，他说你可能要到年老，肚子变大了。对，他说你可能要到年老才会看得出变化。导演确定要拍吗？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超好笑。对，就是说什么，就是男性三阶段一定不会比影片的那个女性三阶段的那个明显，因为女性的三阶段其实是会从身材是很明显看得出来。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导演如果你拍男性三阶段，身材一定看不出变化，就是内容一定看不出变化。对，然后那时候就赞了一下男女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他为什么要来女性影展啊？没有没有，那时候是我们那个毕业展哦，毕业的毕业展放映，而且包含会后超多男性来跟我讲。我跟你讲，我们男人哦，就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他就也会跟我分享，就是他其实在面临三阶段，男性也会有变化，可是那个变化并不会像女性那么显性，他可能是比较内心的，或者是他可能会在行为有一些小改变，但他不是女性这么显性的改变。我说，嗯，等我有一天想拍的时候，我就会拍了。现在不要逼我。然后十几年过去，我也没有拍哦。然后我就转向，我就没有再探讨女性议题了嘛。对，就后来就转进那个研究所，毕业之后就变南馆。然后南馆拍完，就有人跟我说：“导演，你应该要拍个北馆哦。”大家有完没完？行，怎么可以南馆拍完就叫我拍北馆？对对对，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每次选议题的时候都很容易选到那个有 A 就有 B。对，拍完女人应该要拍男人，拍男馆应该要拍北馆，对，这样容易让大家有这一层误会，这样，对。那我记得刚刚好像有想到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有说，你说你那时候是有找到解答，那现在对婚姻应该是觉得很幸福。我觉得还好哎、欸，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幸福不是建立在婚姻上。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幸福的定义比较是多个面向，就是我觉得我工作也可以得到幸福，我在婚姻也可以得到幸福，我在跟朋友相处也会得到幸福，就是我觉得幸福不是压在一件事情上，就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幸福一辈子。好，这样好恐怖，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这情绪勒索。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情绪勒索、欸、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把幸福建构在比如说另一半在身上，或是小孩身上，我觉得叫情绪勒索，这不叫做寄托幸福。对，我觉得这件事太可怕。对，所以我跟我先生平常也会聊一些，就是我们会脱离我们两个已经结婚的身份，然后去探讨就婚姻的本质啊，或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起啊？对，我们两个很常会有一些很哲学性的讨论，就不会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在一起就是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反而会有很多超脱我们两个之间的讨论，就去讨论说两个到底为什么要在一起？如果没有那么幸福，那些当初可以选择不要结婚，对，我们其实会去做这样的讨论，然后会一直去辩证这件事情。怎么那么直接？对啊。三不五时开车骑车就会一直聊啊，就是聊婚姻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是婚姻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串巴掌。这句端午节就是你我这边有一串巴掌，我先生那边还有一串巴掌，就是你背后是完全家族的势力，真的进入婚姻的人真的有想清楚吗？我们会做这样的讨论啊。对啊，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自嘲，那你想清楚了吗？对啊，那我们就是想清楚才会就进到这个阶段。对啊，但是我们都会一直讨论，就是婚姻的本质，或是包含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起成为情侣，我们也会讨论。对，那你们有讨论出一个结果吗？其实不算是一个结果、欸，应该就算是觉得你方方面面，就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想清楚，然后你愿意为这件事情负责，它就是最好的答案。你不要就是做这个决定之后怨天尤人。对，做这决定就是你结了婚之后开始抱怨东抱怨西，那就表示你前面没有想清楚啊，不然你最后不会做这件事，或者是你把过错都赖在别人身上啊。因为当初要结婚也是你自己点头的，所以你要为了你的点头负责。对，所以我反而会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婚姻它不是男女的问题，它是人的问题。嗯，对，你今天不管是男女，今天女生被花言巧语吸引，然后进到婚姻，那他你就要为了你对花言巧语这件事情负责。对，那有一些苦就是你要承受的，而且你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长大，那你可以 say no 啊，你现在要断也可以啊，但是你又不敢断，那也怪谁？我也会很困惑啊。对啊，我也会很困惑啊。那男性会觉得一样啊，你进入婚姻觉得被绑手绑脚，或者是老婆管你很多，那你也是自己选的啊，你怪谁？老婆也是你自己找的啊。对啊，我就觉得你就是你身为人，你就是为你的任何决定负责，所以我觉得他没有真的答案跟不对的答案，就是你一定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对，只要对自己决定负责就好了。那大家有想要再拍类似探讨那种议题两性？会，可是我不会想要放在两性，我可能会 focus 在
人还是人上面，就是我觉得他无关性别，应该要回到你生而为人，你遇到这件事情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因为我觉得太把性别二分法就会我觉得某部分而言也是在为性别这件事情污名化了，我自己觉得。对，就觉得啊，女性就应该怎么样子，嗯，对不对？那可能也是我自己对这个性别的想象。对，就像我们做这一行，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女生为什么会有女性影展，就是因为大部分电影工作者都是男性，真的，对啊，其实就是这样。可是其实时代证明就是女性其实也可以做得不错，对啊，所以我觉得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觉得不用特别冠上一个性别，就是她今天是妈妈，她会有妈妈的样子，然后她会，可是妈妈的样子还是回归到人啊，然后爸爸也是啊，爸爸的样子也是回归到他的人物的个性，人物的身上，对，这时候就会很理智。想，如果我们用剧情片人物角色来区分，你就一切，我觉得一切就会合理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机会还是会想要拍摄，可能男女不一样的观点，但是是。会把性别淡化这件事情，对，应该是会朝这个方向走，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每一年受到的冲击不一样，好不好？哪一年被冲击到，还是会想要拍疫情，也没有，就是可能身边的故事啊，或干嘛，对对对，可能就如果被冲击到，还是会想要拿起摄影机，到时候再说。那导演，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是很好奇。我觉得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我每一年梦想都在改变。对，但是我现在的梦想是很多很多的坑。对啊，现在梦想就是把我们，因为我跟我先生都会规划很多创作或是公司经营的方面，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的计划都落实，然后并且可以带后辈，就是跟我们一样想要走这一行的人，对，就是开始带一些学生啊，甚至是助理这样，然后。少走一点我们两个走过冤枉路，对，现在的梦想我觉得比较会多一层是为别人着想这一块，以前的梦想都是 focus 在个人的成就上，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开始有一点点能力去带学生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些人拉进这个产业之后，不要让他们觉得对这个产业失望，甚至是有能力可以跟他们一起努力，因为我们自己身边的小朋友们都很认真，然后也希望他们不要走我们以前走过的路，因为以前走过的路比较是在片场被骂或干嘛，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对啊，我们就现在就是希望说不要让他们走过我们这些走过的路，因为走过这些路不见得是好的，所以我们会希望可以帮他们，就可以带他们啦。所以现在梦想就是把我们公司计划的东西，每个计划希望都可以落实。然后就希望带人进这个产业，他们都不会对这个产业失望。嗯，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国中生？没有没有，就再大一点，可能大学。哦，对对对对，嗯，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影视科系的学生很多，嗯，对，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自己培养人的一个方式啊，对，因为我们两个当然算是。在这产业都吃过蛮多苦的，对啊，我们就只是很单纯希望说不要把这样的习惯再带给，就是有点像是也一样是做传承吧，就是你当你对这个影视产业有兴趣的时候，可以抱持着，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创作的东西，我都有机会完成，大概是这个方向，对，有点也是有点小圆梦啦，对，帮大家圆梦这样，嗯。那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就是增加这些人？我觉得比较真的是因为拍纪录片吧，拍两下应该的影响哦，对啊，就是这部片给我们的影响很大，对啊，包含可以开始聆听年轻人的心声吧，或者什么，我们就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初衷就是我们不想要让后进吧，就是走我们走过路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以前的那种上对下或是打骂教育，它当然会让我们变成我们今天的我们，可是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聊那段时间的伤，嗯，对，因为被人家看没有或者是被人家打压的过程，其实是你长大之后你要花时间去弥补那时候的伤口，对，你就没有办法，你因为那些伤你没有办法去往下走，对，所以那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啊，真的，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就是为什么那时候要被看没有，或是为什么人家看不起你，
这样子，然后我要为了眼光让我长大之后，我要花很多时间去疗愈我那段时间的人生。对，他当然可以直接变成现在的我，可是就为了要回顾那一段或是解决那段的情绪，我觉得花了太多时间了。对，我觉得你应该要把重心花在别的地方上，对，而不是花在因为我被不合理的东西给欺负，被不合理的东西给言语给伤害，然后我现在长大要花，我三十几岁之后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弥补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受到伤害。对啊，我觉得那这太浪费时间了。对，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路。对，它如果说一个正确的路，比如说我今天因为器材没有收好导致我的器材坏掉，那这该骂，因为这个会直接严重到器材的损伤。可是今天不是，今天比较像是无意的攻击，或是人家只是因为位阶比你高而要重伤你，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对，然后我们真的就会花很多时间去觉得，哎，是不是我自己很不好，就是那种自信心的那种摧毁嘛。嗯，对，长大之后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把那一段的自信心再补回来，你才有力量再往下一个阶段走。对，就会卡很久，对，就会卡很久啊。对啊，所以大概我其实到现在有时候都还是需要去做諮商啊，就是需要一直去把之前没有的东西给找回来。对，或者是难免自信心低落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力量让自己补充回来。嗯，对。啊，其实那些东西造成的，就是因为过往经历嘛，你有时候还是会过往的一些话啊，或者什么声音会反刍啊。对，会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下去啊！我觉得那个情绪都太辛苦了啊，因为你会发现你重点是放在情绪上，你不是在面对事情上。因为面对事情上，老实说，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要处理事情，都算快，嗯，因为它只是技术或是你时间的问题。可是真的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比过往经验那些情绪那些声音进来，你就会有点自乱阵脚。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很太干扰了。对，就会很想要去处理情绪，所以这几年大部分都是在处理自己的情绪，跟自己和解的这个状态。嗯，是这样子。对，所以才会有想要带后面的人，因为就是觉得这些伤害真的不用再经历一次。嗯，对，应该可以有好的出路。我们如果可以用好一点的方法，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变成我们今天的我，这样不是很好吗？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些不好的东西才可以长成今天伤痕累累的我们？那我就觉得有一点浪费时间。对啊，我还蛮就是敬佩，敬佩您可以就是还花那么多心力去带后面的人，然后甚至说就是改变自己这样。对啊，我觉得就是还蛮厉害的。我想不到其他的词了。没有，我觉得这是后疫情时代，因为你疫情时代花很多时间要跟自己相处。Oh. 对，两年的时间，其实会在人在闷在家里那段时间，其实是会崩溃的。对，就好像就是你没有做事的话，会很多过去的那种画面的出现。因为你平常我们在疫情前面的生活步调太忙了，比如说我们要进公司，我们要面对同事，我们要面对客户，我们时间塞得满满的，甚至有人下班还会安排去运动干嘛。可是疫情期间是主角这些娱乐，你就在家里，你面对是你的家人，你这辈子应该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跟家人相处在一起，真是有够可怕。然后最可怕的是你没有花那么长的时间在跟自己相处，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跟自己对话。然后我觉得很可怕，就是所以很多人会在疫情期间会有很多心理疾病就出现，因为你突然静下来的，那你会不知道干嘛，嗯，然后这些声音就反而就会一直出现。对，那我觉得那时候调适自己最快的方法就是面对自己啊，跟你自己好好相处。可是我听说疫情好像要结束了，差不多啦，拜托。所以我们要开始经历后疫情时代啦。我觉得后疫情时代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因为疫情期间很多产业关闭。嗯，然后我们是在疫情，我们也算是在疫情期间创业的，就是正式从工作室转成回公司。嗯，也有很多人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变成公司或者是开业，所以我觉得已经就是你知道洗一轮了，潮水退了你知道谁没有穿裤子，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受了冲击，这一波冲击之下，就是很多事情会重新洗牌。对啊，所以我觉得世界变化很快，你一定要去适应这个世界，知道这个社会脉动是什么。
了，要不然下一波就会被冲走。大海呢？对啊，就会被冲走。我觉得也蛮难得的啦。你看，像今年虽然疫情快结束，可是我们今年面临到的其实是疫情，然后战争，然后美国升息，蛋跟鸡肉涨价了。对，然后包含上个礼拜，好像美国议院通过嘛，女性不能反堕胎嘛。所有的事情又发生到今年，其实回顾也今年也不是什么太好的年啊，对啊，大部分很多事情也都发生在这一年。对耶，对啊，什么都让我遇到了在这一年，2022。对啊，那导演下一部片子可以透露一下吗？目前还在计划中，对，不确定会不会成。对，那有其他正在做的事情也可以在这边。其他正在做的事情哦，应该说我们其实目前比较 focus 在想要经营传统艺术领域这一块，对对对，因为从南馆发迹嘛，所以一直很想要把这一块的东西给用比较平民的角度去诉说，就是这些传统艺术文化，对，所以这是目前手上算是有在执行的案子啊，对，就是偏传统艺术领域类的。那就还蛮好的，因为就会很像回到念研究所的时候，就是你要看一堆文献啊，然后做很多田野调查，可是就很开心，因为它是一个另外一个领域的事情，然后就慢慢认识，从南馆开始，然后开始慢慢认，现在也认识开始其他的传统表演艺术，对，包含今年年初也拍那个北馆的老师，就是打鼓的，对。然后对，所以就还蛮多，就开始涉略，从南馆拓出去，开始有很多传统艺术类的类型想要经营这样。我们最近刚好在写一个企划，就是要放传统艺术的，在庙口放那个传统艺术影片，很棒哎、欸。对、啊，我刚好，我们现在就是都是在想要做传统表演艺术类，然后我们也很，因为我们两个，我跟我先生很常去庙里面拜拜。对，所以关于庙宇文化、民俗类的，我们都很有兴趣，想要继续经营这部分的题材。对，因为我们觉得，而且甚至还有为此有一些剧情片的规划，但还在规划。对对对，但是就想要从这里面去取材。对，就是传统表演跟庙宇文化这两块是我们的算是目前的重心吧。对，会放在这两块，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去拜拜。然后也很喜欢就是接触这些传统文化，因为这些传统文化就是再不记录也快没了嘛，对啊，所以我们也很想要用影像方法把这些东西给留下来，对，所以有这部分的合作我们都会尽量去接触，啊，其他的部分就还在进行当中，对，真的还蛮多线在进行的，对啊，手上可是它被完成它才有意义啊，要不然就是我们放在心里面想，对，那刚好我觉得也趁疫情，就是有更多讨论吧，或者是更或许会去思考说哪些东西是后疫情时代它需要被看到的。好哦，那我们今天导演聊天室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很谢谢我们的思云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作路程以及接下来的作品，那我们就下一集拜拜哦，然后不要忘记节目结束以前要订阅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就拜拜喽，拜拜。